现在这，溺水的多了，这人们也高度重视起来了。不能有水猴子这个东西，就是咱们这边不能有水猴子这个东西，因为就是祖祖代代老人在我们这儿也没见过水猴子，那玩意儿的行动缓慢嘛，长得像猴子的，然后爪子这样型的嘛，那不能是，我都给排除了，那不能是。水深才会有，现在这坑就挺深。现在这坑就是刚才划船的坑就挺深了。我头两天我直播钓鱼嘛，把漂撇下去，压到沉下去了。水猴子百度有，反正我有深海恐惧症，我不敢下水。我怕啥，家人们啊？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们这边可能要小区了啊。那菜价得上涨，你赶紧的用那个多多买菜，多买点菜，还便宜。家人们，我怕啥哦？我怕橡胶坝，我怕水里那个大粗的铁管子。我看见那玩意儿呢，我就害怕，我自己都往后退，我都不敢往前上，看都不敢看。啊，必须要搬家啊！水猴先别，那这个咱不知道啊。汉阳听故事不？真实的，我给你们讲讲。还有想听的没？有想听的扣一。就我这是发生的两件事儿，但是第二件事被我理解了，第一件事到现在我都没理解。三，这游客，海洋，你这一天就他妈捣烂能耐。还有想听的没？就这哥俩听啊。人不少啊。行，我就给我连长还有这个海洋讲讲吧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大概多大呢？手指头折那年9岁。8岁，我7岁那年，没遇见过，但是也有那个传言呢，是9岁手指头折了，8岁那年，然后，七岁，6、7岁的事儿，6、7岁的时候啊，我跟着咱该让小孩玩的都挺好，我跟他上那个。我跟那西街，我一个叫小薇，我姐她比我大1岁，我天天就爱跟她玩，她家开商店的。